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我想做一个大炮啊。妈，去跟我带，跟我带。接着玩。那个也可以按了，那个按了就是拍照片了。拍视频那个。对啊，可以边拍视频边拍照片了。哦。喂。哎呦我的妈！已经把我打了。要打到哪？耶。耶。耶，来耶。喂。喂。又是照片又是视频了。对啊。旁边那个白的。那个没响啊，按没响。有按了就。看起吃饭怎么好吃呢？耶！不如我下午去趟县城，给你弄点白米白面吃。不是，我想问问你，杨明镇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喂！你就这么着急要走啊？所以有事你嫌弃他？